哟。啊啊！过铺好运来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哒嘣嘣嘣！哒哒啦啦哒哒啦哒哒！那个你再看看我。没有办法跳，哎，这个洞，你是前阵子是进医院了吗？我有猜错吗？那是医院吗？不是，是不是？为什么有血渍？谢谢洋葱的心脏，看看你，再看看我，看看你，再看看我。晚安。Looking you， 哎，泰山是小布布。Now you like that？ Hello， 喜咯，妈咪露哦喜，大雷。嗨嗨嗨嗨，好的，低调，那我就低调咯。耶、yeah ，今天不是吧？今天考。太晚了吧？可是我本来礼拜六都是两个小时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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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应该要含念榜比较正确，对不对？哇，我也觉得拼放最棒。哎，我感觉牙齿好像变白了，好可惜哦。看起来变白，为什么 ？Blackpink， 拼放 ，Sakura san，Oh hi gozaimasu。晚上好，谢面见面，你应该什么什么十几个跨日跨十几个吗？大晚安，大早安，大午安，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爸冰爸冰冰冰。我好像很怎么跟贴文长得不一样？贴文是昨天，昨天才是小菊啊，对吧？为什么讲话变成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我刚在车上睡觉，耶嘿！谢谢奇月，八点都能看到跨日，我才没有，好不好？我八点有看到跨日吗？没有，对吧？羡慕南山，快点啊！你快点去，哎，你快点去成为那个业务，是吧？是业务对吧 ？Hello， 羊奶小坏心。好坏，你坏，你就坏。睡饱了，不知道，至少电量应该够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女王面可以踩我吗？嗯，没办法，昨天是一个非公开的女王面，所以你们没有机会见到。一睡觉，面面的女王气息就不见了。给我椅子啊，给我椅子。小慧签到门，要不要先叫她？好啊。好啊，我们这么早叫他吗？你他今天会不会睡着这件事，我不是很确定啦。有什么女王之歌吗？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哒，谢谢游戏 hero， IG 贴文叫你来，你就要来，乖 ，so 乖，乖，你可以当椅子。好了，那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可以，对啊。就是后面过一排，不是，没有，我才没有这样。我来了，小慧上次没有断钩啊，她有来啊，她有来，她在开播，不知道两分钟还是三分钟的时候关掉，冲过来，然后再回去。不可以看贴文才想到有直播，好不好？我发现那个谁，是不是一家的也会时空回溯？大家有点骨气啊，不要那么喜欢被踩啊，爱被踩我就哦。你
做人真的特别特别有骨气。我跟你讲，有爱就要大声说，感受到了。你各位啊 ，Hello， 探声金叹号探声，晚安啦、啊，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女王之歌，哎，王菲可以，虽然说王菲好像不是女王之歌，我知道什么是女王之歌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her be back anymore。你一定要躺得这么随便吗？你这样让我很想躺下。我亲爱的面霸躺在我的床上，以一种大字型然后快要入定的一种方式躺得很开心。 Oh no no， 后来考试真的没考上。哇，孙磊怎么办哦？谢谢小薰，你等我你等我，我待会来捡到石头布，蓄势待发。我今天有睡饱。孙磊，孙磊，我得做些什么帮你加油打气？下一次可以考的是什么时候啊？你躺着播啊？不行。阿迪卡多，小可爱说 ，Hello， 夏尔，要见面了耶。好、啊，为什么会被骂很惨？是考什么？不是考数科，是考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知道孙磊是老师，可是我不知道专业是什么。是不可以，不可以支持这种奇怪的东西。那帮我打气一下好了。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me back anymore. Let it go.Let it go. 昨天的面面真的很粗心的感觉。Hello, quiet. 他是叫我要 quiet. 噔噔噔噔，小飞鸟讲。Fears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我已经找不到他唱到哪里。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e rule. No right, no wrong, no rules for me. I'm free. Let it go, 孙磊 Let it go. I'm. 这首歌好像很适合哎。Let it go, you'll never see me cry. Here I stand, and here I stand. 我没有认真看过这首歌的歌词。不瞒你，不瞒你各位，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Lady Go 的歌词。感觉什么？Let it go 有唱到，就是有点这首歌了，真的 Let it go 了，不，拜托不要叫我 go 就好，孙蓝 Let's go。 Hello 阿森，谢谢，等我捡到手布。 Hello Lingo， 谢谢流星，谢谢 Sakura san。 Pokemon go。 Let it go什么？我先去换个电脑看看，今天很顺。OK。哎，算了，我把人性想得太坏。我刚刚想说，阿华华，你是不是要用电脑看，然后要用手机去迁到其他地方？后来觉得我这样还是太坏了。你唱台语版的可能比较顺，好像可以哦。哎呀，大家真的是想得非常的棒。我还会那个厕所，哎，不是厕所，那个叫什么？就是 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的台语版。h
Hello， 修罗魔煞，第一次看你直播，感觉蛮有气质的。的啊，听说很吵的说，一定是别人都讲一些奇奇怪怪的 report， 怎么会很吵呢？我也不懂，我跟你讲，我的人生就是跟吵这个字没有缘分，你知道吗？蔡雅恩的字典里没有吵，他就是一个特别，应该没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我，就是一个这么神秘的人。Hello， 然后他什么草？就是你知道人生缺草的时候，大家就会帮你刷草。为什么？因为希望你可以就草一点，你知道吗？感觉好像要达到大家的期望，真的是有点难。好像不能播，好像不能播这首歌。Let it go， 一时是后一期，后一期，后一期。汤瓦桃哦，瓦桃，草主放在心里，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把草主放在心里？跟草主有什么关系？我刚刚讲了什么吗？汤，我也觉得这首歌汤。早餐店阿姨都说你帅哥，是因为你却说对啊，就是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感觉很适合跟大家分享哎！我今天，你们等我 ban 人哦。好，就是，我现在 ban 人都会直接说的吗？就是我之前不是，就是今天，我今天坐捷运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有点懒，我刚好看到我走出来正前方就是电梯。于是呢，我就兴高采烈的走去等电梯，然后看到爸爸妈一个爸爸妈妈还有应该是阿嬷，然后推着小孩子，双胞胎，感觉是双胞胎，两个弟弟，然后我就帮他们按电梯门，先让他们进去，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你们看这个阿姨人很好你们要跟阿姨说谢谢，然后他们就，可是小孩子没听到，然后就是说我要按按钮，我要按按钮，他说你们要跟阿姨说谢谢，你们看阿姨那么好，然后就说阿姨没事没事没事，我就继续按，我说没事没事没事，先进。然后后来呢，那个阿嬷居然就说话了，不能叫阿姨，要叫姐姐。然后那个妈妈就继续说，你们要跟阿姨讲谢谢了哦。然后我就，阿嬷就说要喊姐姐，然后说姐姐姐姐姐姐，要说姐姐谢谢，然后那个姐姐谢谢。然后什么？年纪到了，年纪到了。我今天美好的一天是因为别人的阿嬷开启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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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先捅一刀。对啊，我也觉得，你知道我那瞬间很开心所以事实证明，平常就要被人家叫老，然后之后再被叫年轻，就会得到一个，如果他一开始就叫我姐姐的话，我可能哇，谢谢谢谢。我记得我上一次收到那个，然后我问了很久那个字怎么念我也忘记了，青钢青什么剪，谢谢阿蠢蠢的剪刀手布，现在 Mega 志刚也送了一大堆，对不对？阿姨那个人真的真没眼光，所以应该叫什么叫叔叔吗？青钢太好了，那我没有记错面骨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F 我有吃饭哦，我很棒。虽然称呼没什么，但听到姐姐什么的还是会很开心的，之前也是，是不是？现在出去被人家讲小妹妹都还是很开心。我什么时候已经到这种年纪了，面面都得叫你阿伯阿伯。好久没有听到面姑了，可以的啦，总会有合体的时候，好不好？39岁是人设啊，而且还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承认过的人设，是不是？我从来不承认，那就不算人设。面面当时是穿了多复古，就今天长这样啊。
发亮的 disco 裤。谢谢小薰。好了，我待会要一决胜负了。哼，当偶像实力也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当偶像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不准去改危机哦，你们这些人，你们都让危机变得不正确了。Hello， 洛里，好久不见。谢谢嘉汉。Hello， 本娃。Hello， Team。咦嘿，我今天长得很素吗？才没有，我今天就叫年轻。是年轻吧？我看到 Team SH 的啾啾啾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版本。今晚。好，你又想来点什么？真的是，谢谢。我也觉得，有人说阿姨我好年轻哦。我啊，翻译不一样。啾啾啾，噔噔噔啊，没有纯享版，可恶！不要给我点菜，太生气了。今晚我想来点焖面。冰箱，很棒哦！哇，哎，我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呢，我应该认真先听的。How you there? How you? Roy, Roy， 谢谢你的分享。18岁的时候就被叫叔叔了，没关系，我觉得年龄这种东西都是浮云。都带不走，是不是？在这里。欢迎阿四，谢谢 Pin。对，我今天是不是遇到就这件事可以跟你们讲？啊，对，搭电梯，阿嬷喊阿姨，妈妈喊姐姐，我现在都要把生活的琐事记下来，然后才能跟你们分享。不然我怕我的失忆症非常严重。How you like that？ 原谅我最近被这首歌洗脑。吧定吧，蹦蹦蹦。我就是很认真的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在一整天辛苦的培训之下，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算是我今天开心的事还是你看24小时什么国小差了屁屁国小。我也要传给 Lisa， 我也要加入 BLACKPINK。 浅尖尖，浅尖尖，这么幸运哦，抽到纸笔哦。有没有人会员卡到现在还没有抽到彩人签名的？今天就在家里睡饱吃着。接下来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你忙一点的吗？把你今天积的体脂肪都全部燃烧。今天 IG 会上传阿姨自拍吗？阿姨今天有自拍哦，不是今天，阿姨今天有上传昨天不是阿姨的状态。Status Blackpink のメンバー Lisa は対人なんですよ。してるよしてる。抽到面子吐签了，还送一颗栗子吐签。所以你有抽到我跟栗子的是吗？木有米酒，加油！好，等一下哦。维多纳的厨师，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应该不是第一天来看我，但是我之前叫你什么？你有抽到我的？Hello， 杨奶，刚刚不是小坏心吗？啊，不要再来点了。好了好了好了，哦，他点的这个我有点想吃，可恶，可恶。
有一点点好吃。我想不到有什么嗨歌啦，怎么办？我要让我自己不可以睡着。每天等的就是阿姨更新，你们就再努力一点哦。谢谢你们哦。那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来追？是因为平常的时间不可以看吗？然后今天可以看，今天这个时间9:30，我好像从来没有开这么晚，假日都没有这么晚。3, 2, 1, 森林外的山路提醒我问卷，每天难怪会很卡下不来，姐姐们贴得很辛苦啊。辣台妹吗？好像可以。凌云王子和公主等待你加入，那坚固的模样。刚才时间也要晚了，就晚开呗，所以我今天才抢先发了每日一文。每日一文就像小时候一样会写那个心得，你们知道吗？小时候都会被强迫写每日一文，要阅读看写心得。尾鱼断钩了，那得上个礼拜啊，这个礼拜我做好跨日的准备，我不行。我如果今天跨日，我明天会死翘翘吧。今天会播到，谢谢大家的期待。发尾有所变化，可以换公司头发了吗？要多约会呢？这是提问问题吗？日记周记写那个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呢。我之前如果兴致一来写日记，会写那种就是剪刀。等一下，等我，我要讲什么？哦，写日记周记的话，我如果突然很有兴致，我会写那个自己写散文，或者是写诗。剪刀石头布哎，没有问题。我要想想我今天要怎么应对脚手部。谢本玩一波，我们现在我的胜场354，有什么提高胜率的好方法吗？等我发现认真猜拳好像会提高胜率，我待会要认真猜拳。让夏夏猜吗？最近好像竞争很激烈，这个我们是真的是太恐怖了。Hello， 大家早安的，午安的，晚安。用脸猜拳吗？所以我现在是要，如果脸很圆的话是石头，然后脸没有很圆，尽力就好。尽力的猜拳。然后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梗，抖音有一个梗，就是他说喂，你在哪了？哦，我在等公车。哦，好，你快点，快点的点等公车，就是快一点的等公车。我也经常性会有这种问题，就快迟到了，但是我就在等公车。但我要怎么快一点的等公车？我非常需要快一点的冷空车啊！初步就可以赢面面了。对，我如果用脸猜的话，我用只有石头。你真的很可爱。谢谢猫之翼主播说笑话，这不是笑话吧？快冷空车。没有，小坏星团是一个什么概念？谢谢阿森，阿森的哈哈 哈很带气氛呢。谢谢毛良。
快点好。什么？下周的约会服装有想法吗？我已经决定好了，但是我不知道，真的是，你知道夏日约会，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约会过，我觉得好紧张哦，真的。我上一次也没有参与到，我上一次就是一个，我好像也没有很认真体验到，而且我还认真的问了一下成员，请问上一次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跟我讲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说没有很紧张，我没有很紧张，可是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他说没事，大家都会准备好的。我想说那如果有人不讲话怎么办？那就跟他讲话啊，跟他讲什么？你就跟他讲话啊，讲话，拜拜，谢谢本文。对啊，原来快一点的 rap， 所以我们现在要快一点直播。蛋糕没关系，不先卡着你那个字，推人入坑就是用这种方式，直销的吼。你们这么吵，谁很吵？刚刚不是才有人跟我讲说我不是很吵的人吗？对吧？我觉得他的认知超正确。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这个我这个礼拜到底为什么断了六个人的钩？谢谢。好，我要来剪到石头布了吗？我想想，我们来配一个。好，我们今天是第一开场剪刀手部，所以这首歌是必备。我上次重开没有20分钟，没有20分钟，所以是不会断钩的。我很帅气的走出场，我的西装呢？又要赌，刚刚是谁跟我下了战帖？说你们剪刀手不会不会输我？好的，太好了，是公海，所以你应该转头过去跟面包说，我希望待会在场不要吵我。请问他要怎么吵我？好啦，我要来喽。魔法油有啊有啊，我今天头发应该蛮顺的吧，流了一整天汗，听起来好恐怖。然后开始了，我开始了。加汗先来，剪刀石头，拼手，可恶！加汗，剪刀。阿 K 啦，石头。投诉怎么办？这开场不太妙。阿 K 啦，剪刀。不，切切切啊！今天的第一胜，可以的，顺了，我要顺。我的念力没有传达到吗？第二胜，可以了。好，接下来是本王的怕喽。剪刀石头布，平手。剪刀石头布。胜了，第二场胜，石头。不，哎，太好了，你们这样子还是有用，这就是一种念力，剪刀，谢谢，顺，再来，石头，剪刀，哎，发现本玩的布很多，剪刀都没有音。好，没有关系，我们再来一个什么？你不要看我。哎，为什么这么早就吃鸡啊？十点了，原来。等等，我们货源夹，货，他写货源夹，哇塞！好了，第一阶段，剪刀，赢了，果然就是要这种气势。石头，哎，算了，石头，平手。石头，哎，算了，看剪刀，太晚出了，剪刀 ，sky， 啊耶，夜空 sky， 哎，我居然赢了，但你出石头，我出剪刀啊，第一句话，不，石头，剪刀，
刀，剪刀，剪刀。石头，石头，石头，石头。阿尼，换阿尼，换换阿尼。不不不不不不不！哎、欸，该换人猜了。等一下，你先猜。来吧，你要抽哪一张？吴奇慧，吴奇慧，从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真的断更了？我也很好奇，难得，所以我超过二十分钟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爱意的牌，都不是红心，怎么办？这个最大的桃子，哎，他选右边第二张，不是啊，这出出去是同花顺啦，这好像不能抽走，同花。我后来重开小慧没进，我以为我二十分钟内我十九分关的，没有关系。哎，那个国术就给你带回去了，小慧，就不是我的场了，因为后来重开不止一次哦。我们大家后来抢的那一次没有。好啦，哎，我要继续剪刀手不完，我先把剪刀手不用完。吴奇慧的重点才不是那个勾勾，好不好？吴奇慧的重点是因为是吴奇慧。好了，我要继续喽。希望我这个顺子拿的手会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不知道我知道。好了，嘉豪，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不是应该把桃花顺展开给大家看？换本玩，剪刀，顺，哇！太好了，石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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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剪刀，哎，顺，石头，不，好吵哦！石头，我认真的在用念力玩这场游戏，大家有哪有人一开始就秀底牌？这是感受到我很强大啊，这是增加自信的一种方法。看来今天猜拳能玩很久，我要努力了，好不好？快点啊，吴奇慧，你今天不需要人品吧？人品给我一点。你在做直销哦？嚯，这是催眠。问墙，一度站路角路站，一度站路角路站，加把劲。有路人饭吗？还、啊、什么？就不去牙了 ，Music Trouble，Music for the people dancing。为什么？哪里有路人法？哪里有路人？会啊 ，Sugar 才不用 Sugar 好不好？有人被我吓到的吗？等我，我跟你讲，我这桶花顺，我今天从头到尾拿到底，拿到底。阿米，你来找会了吗？路人是你 ，OK。你是第几只路人 ？Hello， 白饭 ，Hello， 我来了 ，Hello MK。什么？有被吓到？没有被吓到？有被电到？对吧？所以不需要 Sugar， 可以啦。欢迎，我欢迎。有什么？赢了 ，Never lose， 赢了，可以吗？好，那就这首了。等我。我记得弟弟我今天。明天电视，然后昨天 YouTube 上的那一个是小晴说她最喜欢的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谢谢咪，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阿米，我一直很好奇你是首推谁啊？等我，哦，不是叫阿米，等我，我是说我在找那个粉红梅花的。游戏，我忘记那一首歌名叫什么啊？啊 ，Game Start。Hello，Game Start。小坏心是不是？
坏。哎，掉了，请问一下，同花顺摆哪里比较正确？这里，这里，这里。对，好好好，我跟你讲，我其实不会看牌，我不会打牌，我只会打那个21点，所以，我对我只会玩心脏病，然后什么乌龟乌龟翘，我好奇阿米手推谁？不可以大展身手了，小心啦。好了，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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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七月的先来，不，哎，上面，好，我再喊一次，又是不。幸幸福福的过一生就好了。哈，军团到底要干嘛？好像被你破了。啊？都今天没得搞。啊，所以小花心到底想干嘛？嗯。连开场白都讲不清。哦，那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啦。哦，所以他们还有开场白。来了，救援军团起来了！造势，造势，造势！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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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好了好了。我今天已经。我今天已经阻止他今晚点餐3次了耶，他可不可以停下来啊？
然后跟你做直销不行。我们今天这里是怎样啊？现在是纸，现在是戴衣裳。啊，请问头嘞？一号很好，一号很好，一号很好。一号，一号大熊不是，不是大熊，狗熊，铁熊，一号铁熊，二号真真，三号，哎，二号大美，三号真真，四号阿丁，阿丁是谁啊？五号，不好意思，我想要一杯一号，然后微糖去冰，大杯的。你知道一号是什么吗？四十九加一兰的四季春真博野。不是科学忍者队吧？那是什么？科学小飞侠是吗？科学小飞侠，我会那个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洛克。怎样？你认识洛克？他是很强的主播，我都看他唱歌。那原上次唱张雨生，我有给你听啊。这个洛克是那个洛克吗？不是那个洛克啦，是那个洛克吗？不是啊，不是，哎，真的是，哎，是吧？是吗？不是吗？不是吧？不是，不是呀。哦，好，不是吧？是 DJ 哦。DJ 哪在？哦，写的。哦，这是 teacher， 他继续找吧。我希望他今天在开台结束前可以找完队友。我们的教导军团就已经都站在这里等他了啊！他什么时候要下站帖？我们一起乘着风儿来，也随着风儿去。好了，我不管你了，我要继续猜拳了。好，也随着风儿去。这箭能不能准一点？我来控兵线，就去找神仙。好了，哎，我知道了。我现在留住这些人的方式就是不让他们讲完开场白。我们继续猜拳，来 ，MK， 剪刀，来，杀剪。你不会出剪刀吼？林姐，让我承受熊熊哎。剪刀还是要剪刀，有点难，不行啊。其他我就代役好不好？你要出布的时候，我再让你出来。好，球剪刀，石头，只能讲一次，石头，剪刀，赢了，哦，石头，啊不，阿米，阿豆。哎，算呢，莫名其妙，石头，哎，好，来喽，等你喽，本王的石头，哎，小小算啊，不，哦，算呢，哇，小小，你怎么那么棒啊，帅哥哥，要你 easy， 剪刀你做得到吗？你一定做得到的，对。我太为难你了，怎么做到剪刀啊？剪刀，剪刀，哦，可以啦，主人还是忠勇的，石头，哎，对，尾巴，本丸，初步了，你要初步了，好，初步，不，平手，没关系，我们可以，石头。石头，哎，很棒哎，莎莎，我觉得你很棒。莎莎，你要不赢也没有办法。对啊，你如果不赢的话，你就不是腹肌的问题，你会有一点点瘦啦。石头，我要用他的手。不，剪刀，Victory！剪刀，哦，不，居然没有 Victory， 哈哈，不。不是，小坏心什么都还没做，怎么已经不战而降了？哈。
这个是有点惨，我们来给他一点爱的鼓励，助阵的歌好不好？有什么？啦啦队，啦啦队的歌没有吧？有什么战场上助阵然后帮敌军唱的吗？先要乱先送柴犬好吗？是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吗？留下买路财。OK， 那个叫做什么？此树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此树是我栽，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全拆全，留下你们的 boss 来，把你们的 boss 留下来，你们 boss 是谁？交出来，头目在哪里？哼，想要轻易从这里过，谁会帮敌军唱歌？嗯。我们想说，就是战场上大家都是朋友，我应该要帮他唱一点歌，帮他加油。嗯，哦有哦，起头来了，羊奶，在这个世界的黑暗角落。OK， 花花世界不必当真，那我要继续唱我的喽。我要唱什么？等我。嗯。黑暗和邪恶，不行不行，我们不可以，我们这个时候叫分手说爱你。好，一笑倾城好了，这五条神秘的黑影，好了，剪刀石头，蔡克拉森，剪刀石头布，布，本丸，剪刀石头布。哎，算了，哎，你真的很棒哎，珊珊，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称赞你了，我觉得你是如有神机呀、啊。他是不是后面有圣光，只是我看不到啊？布布的话是什么？剪刀石头布布。石头，剪刀石头布。哎，真的会赢。熊熊的是剪刀，好，不好意思、哦，你有点忙。哎，真好！哎，不，剪刀啊！下来真的太棒了。好，本丸的石头，你知道要做什么了吧？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剪刀石头不啊，负了！你是不是肉不够多了？剪刀，好气哦！剪刀剪刀 Sky，Sky 你输我一下嘛 ，Sky 石头 ，Sky 没有输我，加汗，哎，我觉得大家今天胜率有点高，我好生气哦，怎么办？有吗？大家都去握梳子了哎、啊，你不能。你不那我可以去握什么猪排？我要去握猪排。你要不要拿一把？我要去握猪排。可以给我剪刀吗？哎，不行，菜刀会被 ban 掉。菜刀这件事情是不能，不好意思。我可以给你一只戳刀吗？戳刀哦，戳你说戳脚脚的吗？戳手指。怎么办？有什么是赢的？我赢了 ，Never ever ever lose， 赢了，下一关，再下一关。一路到底不转弯，不转弯。你要去握虾虾，来啊，来，等你，乖，上啊，冲啊！哎呀，不行，我还是要抱着虾虾，因为我发现虾虾会赢啊，虾虾真的会赢，怎么办？那接下来应该要放什么歌呢？大家有推荐什么赌博的时候都要听的歌吗？穿红内裤这，哎，张亮亮。此亮亮应该非彼亮亮吧？亮亮，对，
那首歌怎么唱啊？凉凉啊？不是啦，哇的那个烈焰之心的，是真的亮亮，好吧？是真的亮亮？哎，真的亮亮吗？那我考你，亮亮跟雨晴合照的第一张是在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真是太厉害，有假装监视器。好找烈焰之心的北京吧，别再欺骗我。北京啊，真的亮亮，真的亮亮吗？是在车上没错啦，但是是在北京。啊，是不是本人？不是吧？可恶，难倒没有难，这难倒我了。应该好像哇身份验证呢，真亮亮。再来一题，再来一题，亮亮亮啊，我好像见过亮亮，可是没有讲过话。像美丽又更厉害爱娃啊，那我考你，请问亮亮在别再欺骗我的爱的时候头发造型是什么？好烦哦。再一题有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突然改播，我想一下这个身份验证还有什么，大家还对亮亮有什么好奇吗？马尾，哇哇哇，我好开心哦，我现在看起来没有在看吗？不是吧。哎，我有看，喜欢。雨晴那天回来之后，就认识你之后，然后就一直讲说，他觉得亮亮不行，我这样是爆他的料，不行，那我不爆了，你可以自己去问雨晴对你的第一印象。呀，啦啦啦啦。来试水温 ，OK 的，展现出他的热情，来上，快点吓到他，吓死他！大家可以吓，快开始吓他。我的音量没有吓到他，哎，等我，好，我先剪到手部好不好？这是我的正事，这件事是不可以轻易的被有朋自远方来就忘记的。哎，麦克斯，我今天还没有剪到手部的，麦克斯，麦克斯，剪刀石头。阿森，不，算了。阿森，石头。Baby, give it to 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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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my like, go, 来力，逃走我的爱。呼，老师，你输我了。哎，他操作失败。红花要发功了吗？那我应该放玫瑰，不是玫瑰，梅花。我的爱。就好，那我继续了。头目掰，头目要掰了是吗？那等一下，不可以关，我要预备备哦。吴俊伟，声音放到最大，开始喽！大家好，我是 AKB48TTP 的吴俊伟，欢迎来找我玩。嗯，呼呼，好了，拜拜。
开始拜拜了，谢谢大家。希望，而且我觉得大家很多人耳朵是受众震惊，这种丢脸的事怎么会讲自己的名字，对吧？谢谢啊。嗯，大家好，我是小坏心，我是小坏心，白色白洞的明天正在等着我们。你也知道，嗯，很丢脸吗？你才是小坏心。隔壁吃火锅的转头来看我，隔壁的朋友，你的火锅看起来很好吃，可以分我一口吗？哎呦，他好白痴哦，对不起。晚上好，晚上好久不见。请问你隔壁吃什么锅啊？不是啊，我还是没有得到阿米的回答。哎，很好，这次有石头又有剪刀又有布，是不是？本王，我跟你讲，你的棋还好吗？他可以的，等他再战。请问你要来点羊奶？隔壁的朋友，请问你要来点羊奶锅吗 ？Hello， 西瓜。Hello， 西瓜好吃。嘿嘿。他说他喝饮料都两杯糖，哎，太难得了。Bad boy， 哦 ，bad boy 啊，我每次都唱 bad boy。今天出好好好，爸爸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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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加油好像很奇怪。你的鞋嘞？阿米，可是我看阿米抽很多人的纸笔，然后阿米在握手会前一天才问我可不可以来求婚，然后我也不知道阿米是不是跟很多人求婚。阿米，只能送你一首迷人的危险。都喝半糖跟微糖。我自己都喝我自己都喝微糖。哎，好，我要想一下，我接下来要放什么歌可以提升我的气势？气势嘞？有毒不回。哇！来呗，哎，他出新歌了，你知道吗？那你知道猫头猪在里面吗？来追什么？来追我男友是吗？来追我男友吧。好，太好了，我没有记错名字。但我不会唱，也不会跳。我想来点。好了，宁夏夜市的骰子牛，难道只有宁夏夜市有吗？庙口也有啊。扎着鞋，同个地点，两张电影票，我就当你故意挑衅，等我察觉，怕我误会，还找我借。你周末约他，难道是想讨论作业这么另类？少来这场倒霉，你倒。你我都把它丢地上，哎，快点把车挡住了。好的。
我要赢喽，我要加油喽，我要冲喽，有吧？虽然这首歌好像不太适合，快来追夏夏，大家！不管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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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平手石头石头石头剩。不不不不不。剪刀，石头，剪刀，哇！石头，哎，感觉你的身体好像没有变哦。阿森，不，对啊，你是不是生气？我应该阿森很开心。阿基拉，不不不不不，七月不不不，七月剪刀剪刀剪刀。简单啊 ，Kira， 太赢了，阿瑟，流星流星步，有吧？哎哎哎，无心插柳柳成枝啊，好开心哦！加汉加汉，我要连胜啊，没有连胜。哦，富伟哥，富伟哥，富伟哥。胜率真的蛮低的，为什么？他怎么那么可怜啊？石头，石头，哎，不不不不，不，石头，阿天，哎，豪哥今天幸运值高吗？我还没有猜到豪哥的。Hello， 博弈，希望我的胜率不会越来越高。对啊，你要拿三只差不多。昨天的商演如何呢？很酷，我第一次参加商演。Hello， 樱桃猫，一定是因为是把夏夏丢掉的关系。现在马上去接夏夏。为什么是杨雄的责任？嗯，卢卡来，卢卡，卢卡，你记得卢卡有跳有唱过《Nada So So》？卢卡，真的是卢卡吗？我要来验证身份。上一个验，嗯，啊，晚安 ，Q 妈妈利亚卡蒂，这是我看日剧学到的日文。看三年 A 班，卢卡，我要来验证卢卡的身份。卢卡的身份，卢卡今天练习的时候上衣穿什么颜色？这是爆料吧？那我再想想，有主播标记应该是不用验证吧？哼，我跟你讲，我们可以用卢卡打招呼啊，咪咪。你要打一颗一颗，你要打卢卡，一啊，一卢卡啊，一卢卡一颗一颗，你要打卢卡，对吧？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都没有人教他？我之前还问啊，我知道了，但我觉得他不会记得。你还记得我对于你的 catchphrase 对你发问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我对于前面的日文对你提出了一个疑问。抓到人不？我会啦，我会，我会，我大家都有学。Hello， 大家嗨嗨，那大家让我想一下，我们来放个什么歌？那就 relaxing 好了。伊鲁卡是什么？没有，我知道伊鲁卡是什么。哦哦，这是有什么梗吗？对，我就问他，我问。居然背那不是啊，这不是基本的吗？没有背 catchphrase 的话怎么帮忙回？我都回很大声，不要偷查。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学识渊博。
吗？难过的是，你以为他记得，我也觉得他这照理说应该是不会记得。对，伊鲁卡是海豚。好，那我要出卖我自己。我这个不是，我那个时候问卢卡说，你叫伊鲁卡是因为有人叫你，有没有人叫你伊鲁卡昵称嘛？因为他是卢卡，伊鲁卡是海豚，我就想说有没有人会叫他伊鲁卡，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来唱 Sophie 角度很去 Lexi， 我要爱上我。来杯 Coffee 心情很去 Lexi， 我要爱上我。心跳蹦蹦 Baby 蹦蹦 Baby Baby 蹦蹦 Beating my heart， 饥饿的心我就是去 Lexi， Loving Loving Loving， 你也会爱上我。就是没有后续，就没有。按到广播。好了，我来解决跟我下暂帖的大家了。刚刚是谁下暂帖下得很开心啊，各位朋友？我先从下面的解决。小心不，阿基拉石头，小心石头。小心，如果没有，小心，如果你待会没有猪的话，你待会就会变成石头哦，变成石头哦，变成冰手，石头，怎么都是剪刀啊？不，好吧，你而已，小心，不，小心石头，小心石头，赢了，那个是不。真是平手，那个是石头，那个是布。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 Megan 是改名。Hello， 赌王可以出一下，可以输我一下吗？赌王，哦，输了，很棒哎。不，是的。都不好好的去拜拜，说接下来要输吗？醒了的心，我就是去 Lexi， Loving Loving Loving， 喝水洗个手，好转运，它是蜂蜜水。我已经在假滴滴呀、啊，假滴滴碳短，不是碳短机，假滴滴是什么啊？假滴滴什么？假滴滴喝虾米？过年的时候不是要讲吗？他也去厕所一趟，今天只赢一场，很努力了。塞好，我没有要塞好，好吸一下，生蚝。好吧，儿子。哦，那不是。今晚假滴滴赚大钱。嗯。火龙果说：“阿、啊、四，跟我 ，MVP
看数量，但这次看胜率，对不对？胜率是进种子，没有看胜率的、啊，只有看胜场跟总数。哦，是看胜场，哦，不是看总数，那就一样。不是啊，那基本上胜场还是看总数啊，对吧？Hello， 卡布喵也加入战局了。成为一个初恋，成为一个道歉，你身上的毒也有毒不会耶耶耶。还好刚刚那段进来的时候，我不是在唱《风暴黑桃》的歌。他是一个花美男吗？总数高才真的对吧？但是回合还分开算了。问题了，好不好？这种东西我是不会输的，加油！我要继续猜，一直成功。他们不要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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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本王也很会猜。算了，算了，算了。晴日，哦，只能平手。傅伟哥，傅伟哥，傅伟哥第一把都会输哎，然后后面都会都赢，可恶。刘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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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哦，没有输。豪哥输一波吧，豪哥该输了吧。哎，你真的很棒啊，你真的输三场。成为一个初恋，而你成为一个道歉，你身上的毒也有毒不会耶耶。成为一个初恋，而你成为一个道歉，你身上的毒也有毒不会耶。我跟你讲哦，我到现在都还没跟你报平安，是因为我真的不平安，我都没有再胜的，终于胜了，耶耶耶耶耶耶耶，我赢了，阿宝路那把，我知道，这个时候唱这首歌好像很正确，哎，小梦哎，好久不见。看来今天跪的不够多，我赌性增强，中毒要怎么办？病态赌徒啊！我应该放那个那部叫什么？冰边美波演的那一部《狂赌之渊》。我跟你讲，接下来我要先唱一首歌，非常非常适合今天。好，谢谢骷髅惠德当家，我会加油赢大家啊。这是林俊杰的版本，我应该放林志炫的版本。狂赌没有，我没有演绎呀，这么气质对吧？自己讲的都觉得好笑。赌性 N 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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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是谁？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有谁又能让我
我清醒出门。这个汉尔森是那个在球那个荒岛上漂浮的 Wilson 吗？不失礼的大笑。我之前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一句，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我要回首是不是敲锣，除了你遗落世界又如何。我现在要边猜拳边剪到手部吗？不是边猜拳边唱吗？不会的，我失去你，因为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有谁又能让我清醒？除了你。唱这首会输吧？猜拳唱输了你，我想不想你们输了我？啊！你们怎么？Win， 好 Win， 好像没有什么 Win 之类的歌吼。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会输吧？不可以，不可以再输了。妈。我想要打那个过年打牌要放的歌，过年，我知道了。哎，表姐呀，我问表，哎，不是啦，那个游戏王刚刚是狂赌之渊的，狂赌之渊的 OP 我不过了。
一个黑桃没有用的话，请问我是要把桶花顺都叼着吗？叼桶花顺有没有用啊？好像有哎、欸。叼桶花顺，好难哦。画面不雅。还在数啊，都团子打吧。好呀，晚安，小羊，拜拜。晚安，晚安。谢谢你这周做的直播图。什么可爱的面面，今晚也在等酱油们的来临哦，快去看直播吧。哪有中二的？为了猜拳变得奇怪的主播。三色一半三瓶，花儿点缀，黑桃两角的，两个角都糊掉了，好像有口红。你今天不配没有太猖狂了啦，是纸牌，踹飞了，来啦，苏面面的给我给阿哥亲亲的，和阿哥亲亲的。啊，我找到了，是不是快点乖乖？好，没关系。我怎么眼睛会变得怪怪？有没有发现？
大家都这么努力了，我也要继续努力，对吧？等我，可以的，我们要努力冲上去。我说胜利。相挺，我们也走到了这里，所以我们就来一首啊，已经大哥，我哥没有，没事，有点微妙，你看，我要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哦，我想找 Kiseki， 胜率真的不高，谢谢你。我没有想要听中文版啊！原子族，这个词原子族啊，真的原子族？为什么？今天卢卡来，紫竹来，亮亮也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今天长得特别吸引人吗？哎，祖祖早安，祖祖，接下来是今天的例行公事，进来的成员。包括不是成员都已经被我考核过身份了，究竟这个原子族是不是我们的原子族呢？我要来考核一下我们的关系。我刚考了卢卡一个他应该也不记得的东西，我想一下，祖祖，我现在只记得祖祖的晚餐多少钱。等一下，这个不要回答，这个不要回答。祖祖。祖祖有什么好问的？祖祖妈妈头发的挑染是什么色系的？哎，这个是不是也是爆料啊？什么没有叫宝贝应该是假的？哎，有祖祖啊，好，我知道了。祖祖有跟我说过，他叫宝贝是有一个优先的，他只有特定的人是宝贝。哪些人是宝贝？这个我还记得祖祖给的答案，关于祖祖妈妈头发挑染这件事情我也是知道的。祖祖打字速度大概跟两个人一起打差不多，两个人一起打是什么概念？没有到12点多，但是我今天9点半才开啊，你知道吗？明明大家都是宝贝，粉丝都是，那我是宝贝吗？啊，我不是宝贝，我等我一下，这首歌在今天特别有意义。谁都是宝贝，啊，这个不是真的，这个不是真的，祖祖。叫宝贝，所有人都会回头。那柠檬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你呀，这是要我唱吗？
是正解，祖祖是假的，祖祖没有教过宝贝。我今天九点半才开哦。女团心结，我们没有女团心结，我们只有女团决心。谢谢阿 K 的心之管。好了，什么这个头部被挤了？哦，你说说。我要边唱奇迹，然后边。回猜，我要回猜咯，我要回猜咯，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我的奇迹好吗？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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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奇迹也算了算了。连五色呢，傅伟哥的设计真的是完全是为我而设吗？啊，奇遇，奇遇，我也设。猛欢，来吧！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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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有啊有！在搓手手，哎，四四零了耶，好像很厉害。很多的事情呢，谁谁体温有点高，哎，安安静静的美男鸡，谁要当美男鸡？我还有什么歌可以用？你要犯傻？请问边唱犯傻，这样子大家可以给我高一点的胜率吗？我今天整场直播都在喊胜率胜率，哎，好的，来喽。什么神秘我？好きになってもっと私を見てもっと恩返しは愛のこもった泣きキスで気のせいじゃね。
较喜欢晴子。歌都有日文的。
抗拒了煤气，单纯唱的话就可以。第一次听日文版的，其实我玩 OSU 的时候很喜欢打这首歌。啊呜！太逼，别太逼神了，海豚音，呜！呀咦！嗨起来，唱起来，唱！对，嗨起来要猜拳，我猜了，我猜了，我猜了，猜，不，赢了，石头，剪刀。是可以。私たち、私を好きになってくれませんか？好きになってくれませんか？この世界を愛したい。嗯，这怎么听起来好像华晨宇的歌？阿姨有唱过中文歌啊，你是说那个对不对？天堂，三寸天堂。三寸天堂，爱，三寸天堂，啊！还有小幸运啊，我知道小幸运很准，可是我唱小幸运超难听的。孤独的总和，我们今天这么难过吗？孤独的总和。
手掌心很开心吗？凉凉很开心。Number one, cause baby you're my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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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an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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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好像可以。那我要放呢？哎，你不可以挑战今天没洗澡啦。Number one， 什么？你为什么敞开我的门房门？Go， 厕所 Go Go。
可以说啊，怎么办？傻，我们来问阿森，谢阿森。走，我们现在来听些什么？万有引力，感觉大家喜欢的歌曲的路线好像不一样。什么能说不能说？对啊，不能说。友谊的小伞，说飞走就飞走。说爱你，或是有些事说不离开，若要相信你，我就会遗忘。啊，可以的，谢谢阿森跟七月。等我说翻就翻，你朝我的方向走来，闪耀暖暖跟骷髅魔法的联动，啥耶？香河伞，小河伞，啦啦啦，再顶压掉几个小河伞，几个小河伞好路段，我来叫个你，你来叫个我，你来你快点下，哦，我没有开过灯呢。啊，被关掉是吗？39上线了，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喜欢你，我喜欢又丢下这晴天。How you like that？ 哒哒哒，影响不大，差别不大，还好。哦，怎么办啊？来点什么？大大的拥抱。恋人手中樱花草，我要一只防水防风的伞，你要的是护盾吧？塑胶做的小伞。哦，给我一首歌，能不能给我威武？哎，我威武，我哇，好老了。来点麦当劳的炸鸡，那你要不要去麦当劳点蛋挞？眼睛太干还是快脱妆呢？眼睛太干，因为我有在唱啊，你们知道吗？我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唱那个灵魂有21功课，然后我们就在认真的探讨灵魂的重量。大家知道灵魂的重量是21功课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不要在今晚你想来点了麦当劳的这个，这好像做得到。反正就是之前有人说，对那个实验，当人如果失去生命的时候，体重会瞬间减少21公克，很恐怖啊！哎，我刚讲公克还公斤，前面。我应该没有讲21公斤吧，不然大家都灵魂有21公斤的话也很重啦。对，死亡瞬间的体重会掉21公克，这件事情很酷耶。我觉得就是人生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哎，我忘记啊，人家说现在什么冬天如果尸体掉进海里的话，浮上来的速度会比较慢，3到4天。21公斤也太酷了吧！21公斤，那我不减肥了吗？阿米，为什么进来之后突然开始狂丢？你也想要21公克吗？上下差那21公克吗？我胖了21公斤是灵魂。那我懂了。你21公斤是灵魂。抽魂就好，那消魂面，我去掉21公斤好了，不行，你们很多人去，28480台币大奖，这是抽的吗？
吃鸡不是用抽的吧？哈喽佳阳，好久不见。黯蓝销魂面。我一直想要唱这首歌哎，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得很好听，我想应该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妈妈也不会唱这首歌，所以没有人可以救我，你们只能听我走音了。有没有，有没有女生版？有吗？没有，都是男生唱这首歌。为什么？有哎，陈优。陈优是谁？啊！你们现在是很急着要拍手是吗？是你刚厕所完。厕所完要拍手，我还没有去完厕所啊。走音日常，吃鸡是土豪世界，我也觉得好恐怖。十胜左右吧，没对手。我的笑灿烂像阳光。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好。为什么前阵子会有感而发呢？我也不知道，只有你的心没听过。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你是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是最美。哎呦，酷死跳通知了，这首歌叫做不完美小孩，然后我觉得歌词虽然应该是在讲妈妈，但我觉得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是最是妈咪，本来就是啊，是吧？另类的妈咪啊，不是吗？在家加班加班，没有没有啊。你今天啊，不要再第五次了。各位妈咪晚安，好呀，苏哲拜拜，苏哲拜，苏哲 goodbye。不是那个，那个出钱养的，妈妈也有养我。YT 怕我饿，无孔不入，不是，因为妈咪都会，就是像歌词，怎么了？你要放炮哦？雨伞，你知道雪钻石有一首歌就叫做《雨伞还你》。为什么？原来 YT 他妈不是。就我觉得有一句是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对吧？是吧？你是说爱不正？就是我喜欢这一段。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
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是避风港的部分好吗，各位妈妈们？好像哎，好，好啊，谢谢，谢谢我后面的避风港。我也喜欢这首歌。为什么出现雨伞呢？刚刚的女生版变了好几个音哦，我不会唱，要做进入 peace 一点的模式吗？其实我好像经常性的突然，就是你知道洗澡，就是洗澡是一个，啊，不可有起床气，我有起床气，就是小易嗨嗨，就是洗澡的时候就是一个幡然深省。怀疑人生，不是，是思考人生的时间。哎，突然对歌词有感触，好不好？真的，我以前没有很喜欢这首歌。洗澡的时候就是要思考人生。噔噔噔，对，尤其是我又不是很完美的人，所以大家一直在我身边，谢谢各位妈妈。这样是不是很突然？因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首歌嘛。哎，我突然想到今天是不是啊？突然之间，头之间呢？还有什么？那突然叫你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想要更成长吗？我是说想法。我最近有点烦恼，我觉得我太老了。我不是说年纪，我是说思想。怎么办？我想当幼稚鬼，我要跟你们，我要跟你们一直一直一直任性。好啊，你就免吗？好啊，各位爸爸妈妈，有什么很任性的歌吗？我有公主病，我要当公主。哦嘿嘿，小狗漂，小狗漂流。有哎，孙燕姿有一首歌叫任性，任贤齐也有。我就面，我是任性的人，你看我也很幼稚。不一样吧？一样吗？一样吗？一样吗？那我懂你意思了，很幼稚吗？我真的这么突然叫我，我已经在很久，因为你要分享啊。好呀，晚安流星，晚安。任性的流星，任性的流星，任性的任性。哎呀哎呀，按到云端硬碟了。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小手拉大手很适合吗？我在想，我有没有什么没有唱过给你们听的歌？童话不骗人，童话，童话，唱童话是不是很难过啊？童话，哎妈，有什么很小孩子的歌吗？不是儿歌。加油，加油！不是那种任性，好不好？一三，我干妈妈呢？对啊，任性的流行啊！我知道健康歌，我会跳，我会跳，跳高露西，星球做运动，身体健康，精神好。Lucy， 你是哪里叫你高？是这个吗？真的吗？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幼稚一点。我是说说话的部分，青春真伟大。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笑妈妈。妹妹背着洋娃娃，走音了。等一下，为什么？青春真伟大，大家会讲第一支舞。Lucy， 你喜那也叫你搞。阿米说的是范晓萱的，什么？阿米推的是范晓萱。春去春回来。
钢丝。我们的特好喜欢这首歌，我以为你们好喜欢这个特效，我也喜欢。介绍一部妈妈教你怎么抢男人的影集《金枝玉叶》。金枝玉叶不就是那个吗？一追再追。哦，现在追哦。对啊，追追再追。还有中文版吗？追有中文版吗？话说你念饱了吗？好像要念饱了哟。金枝玉叶版。没有，我是没有听过了。旁边是香水有毒，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介绍一首台日韩歌手来天港都会唱的《喜帖街》。喜帖街，你有听过吗？念妈教你一个圈粉的影片，好啊，念妈怎么圈粉？念妈开口就圈粉。我要念榜了，
我们已经我要看一下我星梦是不是可以换。这一生也在珍惜，这分钟跨过年岁，我会说是为得你不可失去。好想睡觉，3400啊！我想要换3500的，我想睡觉啊！可恶啊！我跨日是不是就可以换了？我跨日就可以换了吗？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寒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些生活中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世代的经典，明显空二，这不是当然的吗？好啦，对，没有蚂蚁出手就知没有。那我要来，我要来，放国龙哥哥的歌的话，
我们大概没有人唱得出来。要来个逆光。逆光干嘛？有一束光。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透的刺眼？声音再扁一点。广东话。扁一点。你要这样捏人呀？我还。你才在那边自己的呢。哎，教一点广东话的基本啊。你好。你好啊。我系玲玲啊。我唔系玲玲啊。我唔系啊。你系唔系啊？你系玲玲女啊？我中意你啊！终于了他的步伐。那首是什么？梁咏琪的《短发》。短发，梁咏琪的《中意他》。好，唱吧，啊，谢谢大家。小坏星团去打你好不好？叫我女王，张文琪唱了一首叫我女王。张文琪这么久以前就有出歌，你不可以这样讲话。大嘴巴的那个 Kent 是谁啊 ？Kent， 我刚刚赢你耶，你丢了一个，然后我就赢了，我好开心哦！剪刀石头布。永远在身边有事吗？垃圾国王皇后，就算这首歌，我要继续念榜啊！谢谢大家。
见了。Oh, my pretty girl, pretty girl, you know. 今天第三名，香香呀！香香，今天第三名，大可爱呀！阿里阿多雷吗？大可爱的哈拉米的大金。Handsome boy, okay. Party, party boy. 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嘉恒，开门，嘉恒。谢谢嘉恒。今天的第九名是我们的低调哥，谢谢。低调哥。今天的第八名，你要念我念名字吗？还是就低调就好了？
看主播辛苦了。今天第三名是我们的梅根子。我叫错了，是叫赌王啊。今天第三名是我们的赌王哈，赌神。今天第二名是我们的。我记得小新胜率也蛮高的，那不然就赌圣好了。今天第二名是我们的赌圣小新。好嗨耶！同学，所以今天7月19，我们终于念到了第一名。我们从昨天念到今天都没有念完我们的榜啊。太厉害了吧，有点太厉害了。今天的第一名赌王赌圣，神。对呀，赌王赌圣没有问题的。想 Q 我，很会 Q 嘛。谢谢我们的梁。等一下，是周润发对吧？对吧？我刚刚想讲梁家辉，我发现梁家辉演的不是赌神。哎，五月天有出一首歌叫赌神呢，我下次应该要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赌神本王。青春真伟大一下，我要去换特效，谢谢，好开心哦，耶、yeah, 我上一次就在开心，我这一次要换特效，对不对？我一好起床就开始烦恼，你们怎么调皮，该怎么才知道，我们个人的麻烦总是多得不得了，说说看你的理由，我怎么需要上次才会出现吗？还是这次？好像下次才会出现，可恶。我现在关直播呢、哦、没有开玩笑的。哎，好，那我下次就可以开那个好想睡觉的特效给你们看。才不用，没有那么急吧。好啦，那我们要青春中味道，一起努力吧，快点把我现在。哎呦，什么东西相对啊，不需要。好啦，谢谢这个特效框，蛮可爱的，特效款就好。Jump Mambo， 不要乱跳山高。Jump Mambo， 谁中爱的棒棒？哇！天哪，厉害耶！啊，接下来什么的？好啦，什么赌一波啦？这我跟你讲，赌性不要太坚强好不好，我们做人不可以这样。如果赌输了就是 OK 啦，那有你们懂吗？所以千万不可以上诉熊抱下下下去，喵喵喵
们这些笃定坚强的赌徒。啊，我本心之光，那不可以，那我要等心之光。谢谢杨雄的心之光。谢谢杨雄的心之光，弄不掉。刚刚都不在意什么，你说赌徒的部分吗？我在意大家是赌徒，大家很恐怖。你有没有看怎么跳的？你看有人还乘十了，我的天哪！等好久，特效要排队。杨雄，你号码牌零很多哦。哎，第二个星。哎，等一下，你们都在赌王。啊，有中！40个快要七分钟。我们这里还有几个？他中了40个，他中了40个，他中了40个，可以甩掉吗？甩掉？没有啊！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把爱的包包丢出去了吗？没有吧。但是我们现在要等七分钟，我们要等七分钟后的特效。偷偷的爱，没人中，这不是废话吗？太辛苦了吧！我刚看到了，太辛苦了。等一下，我只好偷偷的给你们爱。是中了，他怎么那么欧洲人？中4000万花哎！林果好恐怖。听过，哦，换熊熊的了，好，快了。都是因为谁？杨雄的歌，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刚刚赌圣的行为。谢谢你们，对不起，我不是你们的幸运女神，我不够幸运，我下一次会唱一波幸运女神。所以下一次见到我会是7月23号的9点，对，
然后下再下一次是7月25号的8点，接下来就是夏日约会啦，耶！对 ，mini concert， 2325 so ですよ，4跟6，季播，我们礼拜4见。Goodbye， 偷偷地偷偷地爱。晚安，晚安，晚安。あすみなさいね。また来週。拜。不要跟我 PK， 我都不要跟 PK。晚安。